请问这位小孩你在哭什么？嗯？好。你留多少钱？给你三百。没有啦，那都是我的节日，你要用两生日，小男孩拿到了许多的压岁钱，却没想到要上缴给妈咪。只见他不情不愿地掏出身上所有的压岁钱。当妈妈问他还剩多少时，他忍不住崩溃大喊：“只剩200！”虽然嘴上说要拿去银行存，心里却想要买玩具，搞笑又无辜的表情让网友也哭笑不得。你零钱不收起来干嘛？你要零钱也要给我。要把那钱全部给我。哦，你零钱也要给我。我要存去银行。你零钱也要存进银行吗？那存进银行你干嘛那么难过？啊？啊？那电视人要多少钱？电视人要多少钱？你不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问你，电视人要多少钱？不然电视人300左右。300，好，那我给你300。300左右。300左右，好。没有啦，那都是我的节日，你要用2生日。你刚好300可以买电视人啦、啊。看呆了数字几呀、啊？数字几？我们说了才会。不够的妈咪会出啦，妈咪的银行里面有钱，可以补的。你等一下，你赶快洗澡，明天再挑。但是妈咪又不给我，要娃娃的，我也想要娃娃。你是想要哪一个娃娃？想咬人的。你想咬人？哎呦我帮你买，你就那你有没有满足了？有吗？有印象了就可以了吧，就不用麻烦了吧。啊，不是已经下标音响了，还需要买马桶人吗？你现在在凑钱是不是？你在凑够啊，只能买马桶人的一个头而已啊，没有马桶。你就把那个马桶塞在里面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我的是我。你说可以。